庆用呢感情去唱出嚟。呢幾日會是很難得的回憶，之後一起努力，一起競爭，希望每一班都是湖中最好的一班。好，謝謝。好，立正。我想送半首歌給你聽，要唱我送給你聽。我想你自己耷低头谂一谂，
喺你成長呢段路裏面，有邊個人陪住你？我希望你諗，除咗諗你父母，我冇諗你老師，我想你諗你附中嘅朋友。有啲同學由你中一開始上到中四，有啲可能只喺中四裏面啱啱相處咗兩個月。但我想你問我，我心我好想你哋問一個自己，點解我咁講？因為你知道，見到香港好多細路好易跳樓死。我自己有一個心願，我話如果嗰個細路當我跳樓死嗰一刻，佢諗到生命裏面有一個人係好扶持佢、好幫助佢，佢遇到咩困難我都願意聽。我想呢一個人，佢唔會行最後呢一步。但正正當呢一個人面對最孤單、最痛苦嘅時間，原來喺佢心嘅裏面，佢諗唔起一個，佢諗唔起佢父母，佢諗唔起佢身邊嘅夥伴、佢嘅好朋友。所以做咗一啲令到人、令到父母、令到我哋做教育，我哋覺得好心痛。一條命係價值無比，無論你有幾多錢好、幾多鑽石好，你都換唔翻一條命翻嚟。但胡中正如我所講，胡中呢條路行得辛苦，人生嘅路都一樣行得辛苦。但正正好似頭先彭同佛咁樣，無論辛苦都好，你都見到隔離前後左右岸上嗰班都一齊拼搏，甚至有啲同學喺岸上已經緊張到流下眼淚，好慾緊嗰班同學搏命。今日我哋活動可以咁樣做，但我想問，點解唔可以喺你人生裏面都咁樣做？我哋人生考呢啲個 DSE 前接下部分，我哋有逆境嘅時候，我哋亦都有順風順水嘅時候，但我哋好多時候都行住逆境嘅，呢個真係冇辦法。中國人講一句説話：唔願意嘅事十有八九。我哋好多時候都逆境嘅，但係當你喺逆境嘅時間裏面，你嘅心會唔會諗起一個人？呢、這個人無論點樣，佢都會撐我。呢、這個人點都會幫我。得一知己，死而無憾。有一個人陪住你行，總好過你自己孤單行。我好想你自己去諗，聽埋呢半首歌。呢首歌講奉獻。如果你小學見過我，我唔會叫你學奉獻。你哋係最後一次見我，我好希望你學習咩叫奉獻。奉獻唔係淨係望住自己，奉獻好多時都關心人哋需要多過你。你見唔見到你朋友佢讀得好辛苦，甚至我相信呢度好多同學你嘅屋企都係好辛苦。我哋呢個屋企我哋冇辦法遠，冇辦法改變。但我哋有冇呢個信心，有朋友接受我、接納我？當我最孤單嘅時間，當我行埋佢身邊，佢會奉獻，佢會無私去撐我、去幫我。我想你自己諗。你的心有沒有這個人？這個人你很想幫，這個人你很知道他讀得很辛苦，或者讀得很懶，或者家裡面他遇到很多挫敗，其實你很想扶他，你很想幫他，但可能過往你沒有這個信心，過往也可能沒有這個時間。但我想你自己諗，我想你自己問，不需要望人，耷低個頭自己諗。有沒有這個人？這首歌講很多奉獻，你攞啲乜嘢奉獻俾你阿爸阿媽？正如前一兩日我同你討論過，如果你諗住呢幾年唔好讀書，你諗住再讀嗰十幾廿萬，咁邊個俾？可唔可以將你嘅時間奉獻俾你父母？佢出去賺錢，其實你努力讀書，你用另一個角度睇，其實你都幫佢賺緊錢。你讓佢唔使使咁多，就其實幫佢賺緊錢。有啲乜嘢可以為你父母奉獻？唔係細㗎啦，你哋記住。我不停地唱，不停地想。
過未？諗過未？正如 Michelle 同我講，佢好期望呢一次係用佢生命去感染你哋。所以見得多，我哋教練真係比過往發展咗你好多。我哋只係同你傾，用我哋嘅思維去引導你，點樣將你思維可以慢慢成熟。有啲乜嘢可以奉獻？我想你一刻，每一關有一個人，你個內心嘅裏邊，你好想同呢個人講，但係我想你呢個講係有信心，你要走出嚟揸住支咪，你同佢講。對於你嚟講係一份壓力，可能對聽嗰個都係一份壓力。但我同你講，如果有一個朋友佢走出嚟，佢願意講，佢為你，佢支持你講説話，請你記住呢個人。我成日同學生講，呢個訓練營你好多人會忘記我講真，但我請你唔好忘記，等一陣有人走出嚟，佢提起你，去扶持你，佢甚至行埋嚟擁抱你，請你記住呢個時刻，這個擁抱可能係換你一世嘅情意，這個擁抱可能令到你企翻起身。有啲同學可能喺學業成績上面你放棄咗自己。甚至有些同學在家裡的關係裡面你都放棄了自己，你都判了自己死證，我和父母都是這樣的，他都不了解我，他都不明白我。不是的，其實我們很多都明白了解你，但我很想你們貧富互為影響，因為教練可以罵你時間，陪你時間，最多去買天朝。你的老師可以陪著你，見到你和你老師關係這麼好，他難道可以陪你一世？他陪不到你一世，他都最多陪你幾年。但是你們站在這裡這群好朋友就可以陪你走一輩的路，正如我一樣，我最好的朋友不是大學生，是中學生，因為中學裡面一起捣蛋過，一起面對壓力過，一起被老師散到豬頭，一起在球場上面奔馳，一起損手爛腳，這些片段大學給不到你，唯有中學可以給到你。每班一個，邊個個內心裏面，你好想出嚟講，你好想同呢個朋友講你心底話，你好想講啲你支持佢嘅説話，請你其實有人講你個名，這個真係你好朋友，因為喺佢嘅心裏面，你已經佔咗一席位，佢唔想你放棄自己，或者佢唔想你喺個困苦裏面好似覺得望咗，佢好想幫你。邊班友就邊班出嚟，請你啲班你出嚟參加。一個人要在這裡，都在這裡，我都要兩個，逐個來先，D班給你先，D班先，D班先，你叫了他站在前面先，張子君，張樂修，請你站前面，安靜，有什麼說話你想鼓勵這兩個？他不算，他是坐輪椅那個。OK， 得，你講。我想你一刻由你哋自己面向你班。就呢度，就面對佢，就面對佢。我諗我哋相處，我哋好少四目交頭，認認真真去同我哋朋友講下心底話。是由小學識起，但係中學咧就慢慢變成好姊妹。我想講，我哋嘅相識係一種緣分。雖然我哋成日都有嗌交，成日都有不和嘅時候，但係最終我哋而家都仲喺一齊。我相信我哋呢一份情感一定會維持到畢業嘅。我希望有你哋兩個陪我走我以後嘅路，可唔可以啊？可以。好，請你行去擁抱呢兩個同學。D 班你係咪你都有？唔該曬你，唔該曬。各位晚安。其實我都要多謝人都係朱有心同埋李善彤，因為我諗全校都知道我哋三個係好似姊妹。雖然大家成日見到我哋各有各目，這個找這個老師，那個找校長，這個找不知道什麼主任去談不同的事，
好似覺得我哋係因為公務所以先一齊，但我都同大家講，我哋由小學識到而家，我哋真係好熟好熟，乜嘢都傾嘅姊妹。但係雖然我哋成日嗌交，我哋咩都嗌一餐，無論乜嘢都好似要爭咁樣，因為我哋大家嘅無論係職位或者任何出面嘅活動比賽都係一齊參加，一齊去鬥，一齊去競爭，所以大家會覺得我哋之間唔係真正嘅感情。但我想同大家講，我哋真係乜嘢都行埋一齊，我哋唔係你哋諗到咁虛偽或者乜嘢。好多人問我，你同我哋一齊唔辛苦咩？你哋嘅所有嘢都唔相似，唔會好多嗌交，唔會成日唔覺得互相競爭，好攻心嗰啲。我同大家講，唔會，因為我有佢兩個係我今世人最幸運嘅事。我相信我以後絕對唔會放棄佢兩個。我可以放棄我所有嘢，除咗家人或者好重要嘅嘢，但我絕對唔會放棄佢兩個咁知心嘅好姊妹。阿老班同埋 S 班有冇？咗。你係 D 班嘅，好 D 班。係男仔，我識你哋。有邊個好兄弟你想叫佢出嚟企你前面 ？4S 班黎浩輝同學。第一，我跟你講有兩句說話，如果你真的認真去講，你很難講。正如面對著一個兄弟，你很想勉勵他，其實不是容易講，因為那份感受、那份心裏面的情懷就已經表現出來。但你要咬牙齒，你都要講，因為你走了出來，不可以用喊代表講完，不可以對著講。首先，我好好彩識到你，你這個人是很煩。煩得你安靜，不准出聲，你們你煩得你是一個好，你是一個對我好，很盡力很盡心去令我不要跌出 S 班這個標準。你經常跟我說不要讓自己懶散，要時刻警惕自己，但我經常都不聽你說，經常嫌你煩，你經常義無反顧，自己無論有幾多 N2 幾多 3 game 咪要做得好，你都首先教咗我數學先。無論我錯得幾離譜、幾百千、幾戇居，唔應該錯嘅嘢都錯曬，你都好耐心好教好我，但我唔領情。仲有你學完啲嘢你都同我分享，但我覺得你讀曬嘢。我講真，我真係好對唔住你，我冇學你教我嘅嘢，我冇跟你學習。但係仲有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會同你一起攞五星星的英文。我哋兩方都想攞，我都會加油啊！好，請你擁抱你好兄弟。最後希望你自己珍惜時間。我同你講，我唔要傾偈，你要問自己。如果你要講，你就走出嚟講，因為你嘅質素係唔應該匿埋講。你有信心，你就走出嚟。呢一個係可能一世人第一次，可能你會好驚。我同你講，你唔驚，我同你講，你會遺憾。請你自己珍惜時間。邊個好想講，你走出嚟，唔好到時我要 cut 嘅時候，你想講唔好意思，因為時間係唔等人，係俾有自信嘅人。走邊個？呢個要，我先跟住到你。我話啫，咩又生啦？希望大家唔介意啦。我嘅好朋友係蘇永文同彩。請你請出嚟。好難的，我知道很難的，但這份友情就是需要這樣去鞏固。正如我所說，平日嘻嘻哈哈你很多都說得出，但要你用心去面對著你這麼好的朋友，是那份情就要在這裡要紮緊。
勇敢啲，你望住講。其實我係公平。其實我係一個脾氣好差嘅人啦，自尊心好低啦。但係多謝你哋兩個支持我，多謝你哋一直陪在我身邊，陪咗我咁多年，我希望我哋一直去到終老。多謝你哋。請你擁抱佢，男仔。請你記實兩常講呢句説話，請你記實呢個擁抱。這個擁抱是他執執去跟你擁抱的，這個擁抱是請你記住這一份感受。我兩個朋友就是王家豪和劉慧強。原本就沒有想著出來說，不過阿 Sir 說得很對，如果你覺得這個友誼是值得鞏固的，是值得認真對待的，就請你敢同全部人說。自從我小四搬咗，自從我小四搬咗嚟香港之後咧，好多嘢都唔慣嘅。搬咗嚟香港嗰三年咧，真係好唔慣啦。跟住我覺得嗰三年係好廢啦，好頹啦，又冇朋友啦。因為台灣有一堆朋友，跟住我又唔見咗個電話簿 ，miss 曬啲聯絡。嗰陣時真係好灰嘅。之後中一咧就識多啲兩個好朋友啦，佢哋又好好對我嘅。到中四，我明知我英文唔掂，但我好堅持咁揀咗 physics 同埋 chem。每次我有問題問佢哋嘅時候，佢哋一定會即刻答啦，唔會拖啦，對我好好啦。然後我冇帶錢咧，佢哋會即刻借俾我啦，唔會猶豫啦。我覺得呢個信任咧。絕對不是其他可以人，是最有氣的。你最想有什麼話跟他們說？我最想跟他們說，我可以認識到你們是我畢生的榮幸，我一定會珍惜。當我夜晚瞓唔著怕鬼嗰陣咧，佢會特登瞓我隔離。然之後咧，我夜晚好驚去廁所，佢又會特登起身陪我去廁所。我覺得好感動啦，同埋咧，當我讀書唔得嗰陣咧，佢就會特登抽時間過嚟幫我。我想講就係希望我哋嘅友誼可以一直落去。去到永恆，多謝。如果我想問有啲乜嘢你想去改變，變得更加好咧？你應該知啦，或者係最想逃避嘅嘢。冇。perfect 嘅。好，多謝。三分鐘。因為我跟他講一句說話，我今天晏晝同佢講咗，其實佢份人真係唔錯。但有一樣嘢我需要講，就係佢要踏實啲。我話如果佢能夠踏實啲做人，佢將來嘅成就會好大。我想你踏實啲去講。我最好最好嘅朋友林展峰。安琪。好多謝你，真係多謝你。我 Form Form Two 都係 S 班 ，Form Three 又 Free Boy， 係你令我融合喺大家度，真係多謝你。繼續，我想你講多啲嘢。我唔會融合 Free Boy， 我唔會融合到大家呢度，唔會融合到 Four D 其他班。
我記得同你最成熟嘅印象深刻就係、是，就咩事都好，你都一定幫我。就算所以即係就算我點樣都好啊，你都第一時間會撐我。就譬如打波，你冇褲我借俾你，冇鞋我都俾你。所以我真係好，就算大家冇錢一齊挨炒咁喎，其實都冇所謂，幾開心。富貴常信，好啲成好日子咯，即係幾開心啊！呢啲就係兄弟情。你冇錢咁點咪食我嗰啲咯？我冇錢嗰啲啊，咪一齊去黑咯我哋。咁我真係兄弟噶嘛，其實我真係好多謝你，你係我用下擺期咁多人之中，多謝你，請你用我兩兄弟。攬實啲兄弟，我攬，攬實啲一刻。我相信有多朋友你都想行去攬住你個好朋友。我想等一陣。這個時間我給你，我不能夠現在坦白，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會想出來說，但也沒辦法，因為時間也都有限。我想你一刻有哪個好朋友你很想抱著跟他說鼓勵說話或者多謝說話，但我一個規矩，我不要整班抱在一起。如果那個朋友正如好像他這樣，他流著眼淚，你給他膊頭，他信任你，所以就抱著他的膊頭，請你不要嫌棄，請你記實一生人之有幾多個機會可以俾你傾心吐意，俾你膽大行出嚟，用你嘅自信同佢講：我真係欣賞你，因為你幫我喺我身邊撐住。呢段時間你真唔珍惜你？我好想你哋揾到一個、兩個、三個，揾到好多知己，但你必須要夠膽，你才會欣賞佢、珍惜佢。佢甚至做得唔好，你幫我提醒下佢。一首歌時間，如果你好想攬嗰、那個，好想講嗰、那個，但係佢同緊同我攬唔住，請你後面等，我要成班一齊。你唔好似攬住流眼淚，唔夠料講嘢俾佢聽，你點解要用過佢？點解？你咪知道好辛苦，你想扶持佢，講俾佢聽，你點辛苦都唔緊要，你諗起我，我點都會企喺你身邊撐你，因為你我好朋友嚟。你流住眼淚都要講，唔准喊。最淨係得個喊字，要講嘢俾佢聽。第一個跟一個，邊個有好朋友你好想講嘅，你行去攬住同佢講。開始。
幾多下，陪住你撐，請你珍惜我哋。其實我是第一次咧，即係成日同你講話Form Six 嘅班主任。其實舊年個班我真係做咗佢，好聽啲就講叫做咗六個月，唔好聽，即係其實真實咧，其實做咗四年嘅啫。所以其實我好珍惜咧，今年咧能夠做你班主任，因為一做可以做三年，亦都成為我生命裏邊咧應該嚇，應該嚇。如果我未來可能仲健在的話咧，就會係最喺我生命裏邊最長嘅一班學生咯。咁咧就同埋咧，我好對唔住科 D 同學，我真係好對唔住，因為我開學以嚟我真係好忙好忙嚇，有好多學校嘅嘢咧，即係我忙到咧，我可以話咧，你班成班同學咧，我諗我真係唔係好記得你啲名，我會好努力記嘅嚇，我希望我未患老人痴呆症之前咧，我會一定記得曬啲名嚇。咁同埋咧，成班 Form Four 咧就我自己知道咧，其實都好多老師讚賞你呢一屆嘅，咁所以我都好開心啦嚇。成為你呢屆裏邊咧其中一班嘅班主任啦嚇，咁應該都會成日喺你樓層片嚟片去行眼去啦。咁希望咧即係都知道即係我叫 Miss Lam 啊。好啦，我講嘢咁多。我諗教育你哋嘅班主任，我諗會開心。但我諗正正你哋係成級成間校裏邊一個好寂寞嘅一級，可能你嘅班主任一樣承受好大壓力。我呢幾日不約而同同你哋班主任傾開偈，其實班主任感覺係舒服。但頭先我同 B 班班主任食飯傾兩句，但係佢覺得有啲壓力。我相信每一班班主任都有壓力。B 班班主任壓力來源就因為你當時你哋唔用心去聽教。你哋講完就算數，而搞著好嗰班老師好擔心你哋咁好嘅質地，要唔去幫你哋多啲，所以覺得好嘥你哋。但我想問你，先問下你自己，你點樣對你班主任？你幾時嘗試過認真過去對下你班主任？你幾時將你班主任嘅形象成為你一生人嘅一個好重要嘅良師益友？中國人講一日為師，終身為師。意思是什麼？意思就是你要尊敬他，意思就是他要給你的教父你永遠記在心胸裡面，這些說話是可以永遠為師。老師的樣子不會跟你一世，但老師的說話可不可以藏於你心底裡面的時刻提醒，其實每一個人都需要人教。正如昨天我說，我教我講曬俾你聽，鋼琴有啲乜嘢，但係冇一個人喺身邊教你彈，你永遠都唔識彈。呢個老師可唔可以喺你生命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人？就係呢一個老師，就係你將會完結你嘅中學生活嘅最後一個恩師。
我想你懂得感謝。如果一個學生懂得感謝老師，這個學生衰極任何人。如果一個仔女懂得感謝自己父母的辛勞，可以在家裡去陪著掛著打機，掛著貪圖安逸的生活，他會發奮上進。有哪幾個又懂得珍惜老師的辛勞？我又不想成班人，我又想你自己內心。你覺得這個班主任個個你做得不好，你不聽他教，可能講我，你保持一個的關係就是只是以笑遮醜。但我想你拿走這個以笑遮醜的人，做個認真面對他。這個老師都是有血有肉，他們都會心酸，他們都會有疲倦的時候。我想他們最心酸最疲倦就是看到你們不長進，看到你們不領他情，看到你們當他玩具那樣去玩，甚至恨他面講他粗口，在背後說他壞話。我想這個是最傷，改你本部不是最辛苦，最辛苦是見不到你本部，這個是最傷心。見到你本部如果亂來，這個就是一個侮辱他的時候。你又懂得珍惜你的老師，我想你自己亦都不要成班人去。我想你自己覺得你的班主任值得你走埋去，你才好走埋去，用一個感謝的心去感謝他們。甚至這個老師可能是你再生父母，可能你的父母管教你的時間比年紀多，可能你的父母為了你的金錢，為了你的生活去奔波勞碌。我相信前線的同事就是為了你的品德，為了你的學業，為了你將來去付出他自己。有這麼好的人幫你，為什麼不珍惜？為什麼有這麼好的人你不懂得感謝？我想你摸一摸你班主任，你問下你自己，他做得辛不辛苦？他為了你，他有沒有付出？正如這班班主任，他都走出來跟你說聲不好意思，因為沒有時間給你，他自己都覺得有內疚，要覺得有愧欠。你又怎對他？你自己份功課遲交，你有沒有內疚過？你上堂不聽他書，你有沒有愧欠過？所以為什麼成熟的人很容易會反思，就是因為知道有些事是虧欠了人。但請你都成熟，請你都明白，原來你都很虧欠你的班主任，因為他用心但是你不用，他緊張你但是你不緊張自己。如果你覺得你班主任真的值得你欣賞，請你走近他身邊，唱這首歌去感謝他，多謝他為你的付出。